很多小伙伴在家问我说，在家有什么运动可以做？那今天咱们亨宝就来介绍一个运动给大家。来，在家我们可以打武器。来，偷袭！这猫老师怎么了？哎呦！我刚才是说什么呢？是的。要以和为贵，要将武断。偷袭！偷袭！一个左正蹬，我笑一下，准备收拳。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刺拳，很快啊！我去，偷袭，然后上来就是打了五遍，